曾经无数次想象自己脱下军装离开军营的那个画面，提着行李，吹着口哨，头也不回，说句退伍快乐，然后潇洒离开。然而当这一天慢慢临近时，简单的心情变得惆怅伤感，流水易逝。军旅男在这仅剩的几天里，老兵们，这几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做。那下面我们就点开音乐，跟着优美的旋律，一起去看看哪几件事需要抓紧做吧。一战一次标准，最高的少哨兵是连队的形象，我们要以最高的标准站好最后一哨，为新同志们做好榜样。二，做一次高标准的队列训练，队列是我们的入伍科目，也是融入我们军旅生涯的方方面面，它早已融入你们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三一尘不染的擦拭自己的武器，武器是我们的第二生命，它陪伴我们走过军旅生涯，与它最好的道别就是最后细致的擦拭保养。四，写一封感谢信，军营教会了我们很多，也学会了很多，总有人会在你困难时帮你写一封信，表达感恩之情吧。五，跑一个5公里，5公里啊，我爱你啊，一天不跑受不了啊。尽管每次我们口是心非的唱着，但我们还是依旧坚持着六叠一次被子，对待被子要像对待自己媳妇，这句话始终萦绕耳畔。在此别离之际，没有什么比再叠一次被子更有意义。七，敬一个军礼，军礼是军人致敬的方式，别离之际给家一样温暖的连队，舍不得的兄弟敬个军礼吧。八，留下战友的联系方式，聚是一团火散，是满天星，时光不老，我们不算留下方式，别忘联系。就唱一次军歌，军歌是一个军人精气神的表现，歌声嘹亮，士气越高，所以再次别离之际唱一首军歌比什么都有意义。实在一次紧急集合，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，让新兵蛋子看看我们老兵的标准有多高，我们的战斗力有多强。十一，再一次刻苦训练，军人前面是战争，身后是和平，和平时期训练就是为提高战斗力，有战斗力才能打得赢，所以老兵再一次刻苦训练，把这11件事老兵们记住了吗？一定要抓紧做，别给军旅留下遗憾。军人战争时期的利剑，和平时期的保护伞，作为老兵你们为祖国为人民奉献青春挥洒热血，退伍后又将开始新的征程，愿你们此去经年归来仍是战士。这枚谱一张，是你青春最好的诠释，您的一件分享就是传播正能量。来源亮剑，东南中国陆军 ID ARMY81CN， 作者曾献发，宋祥武，李林刊期20181936，本期编审钱小虎，值班编辑陈曦，胡玉强。